说一段传奇里程，创造出一个行业新的发展高峰。历时40小时的爱玛奇迹千里骑行队伍刚刚抵达郑州，随着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见证官的签字落戳，正式宣告一个世界纪录就此诞生。爱玛电动车一次充电续行510公里，创造出了电动车长跑里程的世界纪录。